来看看顶级妖魔，是我在全战里还原的各种角色，不过你能看出来是哪些角色，打在评论区好吧。然而今天好舍友居然要和我来一场紧张刺激的 PVP。 众所周知，全战呢现在还推出了手机版全面憨憨战争模拟器，虽然是免费试玩版，但是双人连接它真的来了。那么第一回合我直接就是一手一键三连战。于是在看到我的究极阵法之后，好舍友直接派出究极杂变阵啊，30个动牌兵 VS 30个长矛兵，这家的结果呢，这些头毛兵被我的动牌兵种撞得头都快要掉了。接下来好舍友又规定只能用一种兵种进行作战，别急，我还有一计。此时只需要在创建房间的时候将地形选择这个桥，兵种呢只设置为金象和头毛兵。然而正常人肯定会花费高于头毛兵种数10倍的究极猛犸象战斗，队友只要选择了猛犸象，马上放一手头毛兵，那么接下来究极地形杀。 This is the future。 哎呀，完了，哎，这啊，顶级理解。这波虽然手机版的全战只是免费试玩版本，但是正式版的兵种编辑器最喜爱的捏人环节也会正式上线。完了，这波又得干了。